原标题，寇准对皇帝做的这件事，连魏征都不敢做，太大胆了。说起历史上有名的谏臣，唐朝的魏征应该是知名度最大的一个了。刚正不阿，大胆敢言，被誉为古今谏臣的最佳代表。其实在北宋年间也有这么一位大臣，因为正直敢言而闻名天下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寇准。宋太宗曾说，朕的寇准由文皇之德魏征矣。提起寇准这个名字，想必熟悉历史的各位都不会陌生，其知名度在中国历史上属于一线名人。今天咱就来聊一聊他直言进谏的故事。俗话说忠言逆耳，直言逆毙的话本身就叫人不乐意听，要是再加上强硬的语气，恐怕是再好的脾气也受不了。敦煌二年989年的一次朝会中，寇准向宋太宗启奏，可能是画风比较偏激了点，宋太宗觉得很没面子，当场就生气地站了起来，准备退朝。能把皇上逼到这个份上，估计寇准也是个标准的毒蛇吧。结果还没说完的寇准倒先急了，皇上您还不能走啊，我这还没讲完呢。于是出现了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画面，寇准拉着太宗的袖子让他回到龙椅上，老老实实的听自己把话讲完。宋太宗也知道这个倔驴的脾气拧不过他，只好憋着火坐下来了，乖乖的听完才算完。皇上被大臣按在龙椅上强迫听工作汇报，恐怕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，估计连魏征也不敢这么对待唐太宗。透过这个小故事很容易看出来，寇准确实是个大胆敢言之臣，而且胆子还不是一般的大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虽说人家寇准正直敢言，但也并非毫无语言艺术，只会一股脑的连珠炮似的吐槽。要真是这样，他能活下去才真是个奇迹呢。淳华初年990年，朝廷里查出了两件贪污案件，其中情节恶劣的王怀仅仅是被象征性地撤了职，几天后就一身轻松官复原职了，而同为贪污犯却情节较轻的祖籍却当场被判处死刑。那么二人为何会有如此悬殊的待遇呢？就因为王怀的老哥王冕是当朝参政，皇上身边的大红人。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寇准的耳朵里，在他眼里连沙子都容不下，更何况这样明目张胆的包庇行为呢？不过他毕竟也不傻，这样火急火燎的跑去参他们一本，不仅没啥效果，反而会让太宗厌恶，所以寇准选择了暂时隐忍，等待时机把王氏兄弟一招致命。很快机会就来了，淳化二年春发生了严重的旱灾，朝廷上下急得一塌糊涂。这时候太宗召集群臣问政得失，来来来，大伙都说说怎么就大旱了呢？这时候寇准第一个跳了出来，直言道，这是上天对朝廷刑罚不平的震怒。太宗一听，感情这里面还有原型，就问寇准怎么个不平。于是寇准就把王氏兄弟贪污包庇一案摆了出来。原本就上火的太宗一听说还有这么一茬，内心的小宇宙顿时就爆发了，派人把王冕转来痛批一顿，革职查办。可见进谏也是一门技术活，不光要胆大，更要心细。正如民间所传唱的那样，欲得天下好，无如赵寇老。寇准终其一生都在为大宋殚精竭虑，即使后来身遭陷害，仍旧保持着高洁的品性。天圣元年1023年，寇准病逝，享年62岁。宋仁宗亲笔为他撰写碑文，并赐以精忠二字。历史客栈作者水木，有趣味、有思维、有品味的三位历史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OHUA108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